来到 MPC 收获满满，扇子、信、笔记本，然后还有今天晚上比赛的门票，一人一个大海报插在我们背后的书包里。我们刚刚在车上遇到了很多媒体老师，告诉我们可以领巴黎的聘，然后还有一些基础款的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聘，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 MPC 再去领。刘老师的日语牛，然后这是刚刚获得的。来，各位展示一下你们今天都获得了些什么呢？我风扇、聘，然后还有刘老师的袋子，然后还有我们手上好多东西。那不是小时候，那是那个巴拉的那个介绍，就是那个残奥会的介绍，巴拉 sports 观战。今天跟着周老师收获颇丰，开心。这个地方应该是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聘的，然后很可惜他没有开门，人家的办公室没人，太可惜了，下次再来，拜拜。这也太美了，就是明明有阳光，然后还下着雨，然后就会出现彩虹。拍一张照片，还是呢？曹老师要跟彩虹合影。中国体育小分队，每日屏保，这已经换上了。大早上路边吃饭的那个，唰唰唰就过去了，还有倒计时三天，现在什么感受？开幕式的新国立竞技场，然后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这里了，大家在这里合影留念一下。前进朋友们，奥运会就剩最后两天了，有什么感想？累不累？满满的求生欲。这位朋友，还剩两天了。啊，还有两天吗？对。那我们还有两天吗？杨哥还有两天，有什么感想？再来16天。这个人咱们就给他扔这儿好了。好的，换料就留这儿了啊，加油，站好最后一班岗。